小梅化名是一个漂亮的沈阳姑娘，无论在学校还是工作单位都有很多人喜欢她，可她却始终没有谈恋爱。最近家里人和单位同事给她介绍了几个相亲对象，她勉为其难见了一个，可回到家后却大病了一场，又是发烧又是呕吐。看了医生后，小梅说出了一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，女子上中学时遭强暴长大，不敢处对象，因为事情发生后小梅羞于启齿，所以家里人也一直不知道，她自己的心里也出现了负担和焦虑情绪，所以选择到医院治疗。医生解释说，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在遭遇不幸时应该大声说出来，这样才能有助于重新开始生活和恢复自信。